长久以来，中冈保全的同仁们，不管是艳阳高照还是刮风下雨，都可以发现他们努力工作的身影。但无论如何的忙碌，对于安全的管理，却始终是中冈保全对于中冈集团企业与客户伙伴们不变的坚持与责任。民国86年11月27日，由中冈100%转投资的中冈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以长久以来所累积丰富铸井的经验，结合先进的保全技术资源，提供了厂房、商办、商店行号与住家等客户最佳的智慧化安全服务解决方案，并于民国88年4月与民国101年1月转投资成立冈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冈公寓大厦管理维护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客户更多元化的服务。多年来，中冈保全广受客户肯定与支持，成为提供安全服务的最佳事业伙伴。肯定源自于安心。我们了解，当安全事故发生时，总是希望有人可以及时的主动伸出援手，快速且专业的来协助进行紧急处理，将可能的损害降至最低。因此，为了满足此需求，系统保全建构了24小时全年无休的电脑化管制中心，借由云端物联智慧网络与科技勤务团队相互结合，达到全方位守护您安全的目的。因为有您的笑容与信任，一切都值得。我们也提供先进的人脸辨识与生物辨识门禁系统，结合完整考勤系统，达到有效落实门禁安全的管理。我们也开发了完整的停车场管理系统，提供车辆进出管理与及时监控。另外，对于冷藏设备的温度控管，当然也不会忘记替您加上一层防护。设备及时的温度及曲线分析，您可以随时上网查看与管制中心同步的资讯。我们希望您的每个角落都可以得到中冈保全的完整守护。然而，再先进的智慧化系统，也需要以丰富的实务经验做后盾，才能发挥最大综合效益。中冈保全与相关事业体，在大型厂办与商业大楼安全管理上，累积了丰富的经验与技术，提供了全台素质领先的驻位保全服务。目前也是全国唯一结合工业安全与实体安全体验之专业企业群。注意安全在这里将不仅是贴在各区域的安全标语，我们有最专业的人员将协助您建立执行完整的标准化管理流程与定期的工业安全预防训练实作，让安全可以真正落实到各个角落。我们永远希望能替您分担的更多。对于大型厂房的消防安全，由内政部立案合格的消防安全设备检修专业机构的冈保科技与中冈保全共同携手，提供客户完善的保全、消防、水电、空调与环控等整体服务设计规划与施工。您所需要的各式消防与工业安全防护产品也一应俱全。另外，冈保科技更提供了专业技术操作服务，举凡天车操作、冲床操作、锯床操作及小钢胚磁粉探伤检验等，对于公安与技术需求较严谨的操作服务，皆可交给我们来执行，提供多元性的服务。时代正在快速转变，但那一颗守护的心与肩膀上的责任永远不会改变。众多奖项的肯定与国际认证，见证了我们对于服务品质与专业技术的持续精进，并以诚信、团队、品质、创新、
四大核心价值为主轴，稳健向前迈进。除此之外，我们当然也不会忘了延续中钢集团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理念，成立企业社会责任推行委员会，秉持社会公民的精神，以经济、环境与社会三大面向，持续为公司发展与资产管理、公司治理与透明诚信、气候变迁、环保、人权健康及社区发展供应链管理善尽一份心力。因为用心，所以您的托付可以更安心。我们将持续以创新智慧科技与温暖的服务品质，打造从住家、厂房、社区到城市全面的智能安全防护网，让安全可以多一点智慧，而科技也能多一点感动的温度。我们期许以创新服务提升价值，追求成长，成为让客户安心、社会信赖的安全服务企业。